干什么？阿伯打电话说他们快到了。到了就到了嘛，干什么大惊小怪？奶奶不要生气，我帮你查口供。Thank you.
是我弟媳妇弟弟恋的，那个是我二姐，这是我大儿子，这都是晚辈的。奶奶，你自己在哪里呀、啊？清晨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遗照。不然我们大家先到外面拍大合照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先拍照先拍照。Come on.
今天你们怎么都不来呀？你知道我好想你们。阿美的奶奶生病了。奶奶如果死了，阿美的奶奶就没有钱看医生了。阿美希望两个奶奶都不要死啊。是你给我换掉的呀，奶奶不要死啦。奶奶，奶奶今天漂亮。奶奶你看，家什么照的呀？